是为什么会想要练肌肉？因为呢，我被我的初恋给甩之后，我就要当一个肌肉男。你怎么被甩啊？就是被戴绿帽，所以我就叫 Greenfather 比杰。两年后，我站上大嘻哈，我们一起站上大嘻哈。我是他第一个台湾男朋友。你怎么样征服他？台湾之光啊！词打欧美，我喜欢加九妹，嘻哈里很正啊。可是他就太嘻哈了，不够加九。我只是没有露刺青啊。理想型哦，加九妹要具备什么条件？来，加九妹来了，无死哦，变道。加九妹的重点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吗？我害羞。哦，现在单身，可以吗？现在单身哦，那肯定啊。那怎样？没有，报名是不是？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呢，万分感谢五步帮我们问出了不能问的问题。没问题。Yeah！ 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没有单身呢？他很喜欢看杂志。第二个真的帅啊！第二个真的帅啊！